呀，足久无来。开，足久无算啊。嗯。哎呀，我一群菜鸡。最近怎么这么多人？哎呀，菜鸡，开起来。菜鸡。爱莲。爱莲。不是菜鸡。哎呀。菜莲，菜莲，对，菜莲有水莲的感觉，那跟水莲是什么差别？八点啦，八点啦，今天好难得啊，一堆人呢、啊，万岁，万岁，耶！今天不得了啊！你们是怎样啊？因为场地这样子就要来了，是不是觉得不太对呢？场地啊，大家可以先创造飞起来，好不好？今天场地怪怪的啊，今天可以看看啊，我们的可哦，够了 ，OK， 冷静。哦，有没有关键的东西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关键的哦，这是企鹅哦，我以为只是小型的而已。来，可以看看可拆建筑啊，可以看这个营地是120分。嗯，感觉因为它的这个点设计在这里，有可能是外面的萤火也都要拆啊。对啊，也有可能只要拆萤火啊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可能这个帐篷要不要拆，不确定啊，没玩过。好，那另一个是后面的小雪屋，这是150分。那还有更后面的礼物盒，最多的、哦、是300分。哇，是圆的，圆的，在右边哦。对，都在右侧，但是还有一个是在左侧，就是超级可爱的企鹅。你怎么说的、啊？红队的围巾企鹅以及蓝队的蓝围巾企鹅，超可爱，好不好？怎么没有那个啊？好好说话，好不好？拆企鹅的250分，但可能会受到天谴，好不好？自己小心。那其他的，我们去红队看看。正门走出来就是直接上二楼的话，就是村民区。那提款机也在旁边。对，提款机。那在更楼上的话，就是附魔台跟国王宝座哦，国王在这里哦，所以送宝石要送到这里来哦。对，那升级台在哪里呢？升级台在一楼，要走出外面，然后不要走楼梯，旁边就有一个小缝可以进来。哦，对，其实这样是好的、啊，因为升级台就是离地底比较近，对，嗯，你就可以直接往下挖啊，旁边就是锻造台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那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啊，就是有没有看人数13人啊？想说有很多人，第一这个终于没有来，终于来了，不是终于没来，终于来了。哦，你们自行内战啊！今天啊，每那个前十分钟我会教阿汪怎么玩，对。Yeah, 每十分钟中间可能会产生奇怪的帅气的中立怪，好不好？中立怪 High Chocolate 要自己小心哦。你把他干掉的话，他就是死掉了，但他第20分钟就会再复活，然后可能会越来越强。对，那他就是纯中立的，可能会多少帮助一下弱势方，但他主要就在中间走。那如果你去打企鹅的话，他会生气，肯定的，我想。对，那如果有人的国王死掉，就国王宝石掉落的期间，那中立怪会消失，就是不影响你们的国王的对决，这样子运送国王的对决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，如果哪一队有盖一些奇怪的建筑物，他有可能直接侵犯到他们家，也有可能。对，所以这要小心，这要小心。要讲清楚，说明白。会盖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王国之战只有垫脚石，应该也没办法盖些什么啦。但是还是会看看的、喔，要小心哦、喔，要小心。一进一进，好，我想看。那你怎么这样子？你怎么死掉了？这样方便回来，比较回来啊！哇，你好细心哦。那这个6v6，所以就有间谍。好啊，对，你们那个阿汪也可以知道，你死掉的话，你会变成，就是你的东西会是一个墓碑。那墓碑三分钟后就会爆掉，那就是敌方也可以捡。对，那如那个墓碑的话，就是你的东西，你要自己过去把它捡回来。那对右墓碑点右键就可以回收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你的队友也可以帮你回收，所以如果你的墓碑不见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是间谍在搞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
啊，其实那个预先的装备的话，是你死掉都会再有啊。比方说你升到玉水镐，那你死了，那你墓碑没捡，你还是会有一个玉水镐，所以不用担忧。哦，对啊，主要是你可能有附魔啊，有垫脚石啊，有牛排啊，那就要去捡你的墓碑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哦。那好，无敌了吧？资源回收，就来试试看。我们要先随机混队，我要变成旁观者。旁观。随机混队。分了。喂。哎呦。有没有感觉还行吧？好像可以。好像可以。我们至少问方法，这样行吗？你们方法可以吗？不是，这有可能要问小雨行吗？因为小雨有吗？小雨。小雨。小雨没开麦，我要抓到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他没开麦，特地问他。不行，不行，小雨不讲话了。已经，宝宝，我是间谍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对，还有间谍未知数，世事难预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各分东西，红队下喽。好的，下喽。那观众场也可以准备，观众场就团结一条心啦。你是粉队啊？好好，粉队，粉队。明明是红的，这是蓝的啦。哪有蓝的？哎，哦，对啦，我是蓝。哎，对耶，到底哪一队？你怎么还在这啦？等一下，你赶快下去啦！哦，哪一队的啦？卡住哦，没事，阿旺你就在这里啊，你不要理他们。是我这样切到输入法了。好，阿旺你无敌了吧？对不对？啊，就来喽，你们自己加油。好，好，开始游戏啊！这样子不能盖一些，走了，可以盖啊，盖平面啊！你尽量盖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卢米跟米菲斯国王，哎呦，卢米，哎呦，那如果你是间谍，对话框就会写说你是间谍，那你就要小心的。这样子是不是要去抽铲子出来啊？挖那个血屋很快、欸。啊，对，今天忘了讲，还有做一些更新啊，反正技能现在都变蛮不错的，所以都可以去善用。蛮不错的，对。我这边超穷的。为什么你飘在空中啊？因为我是旁观的。那是中立怪物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点点，一块一块一块。我打。阿进加油！几只几只？加油！我三块，我三块。那你的时间呢？那个奴隶和守卫会随等级增加而增加血量，有更改这个最重要的。哦。哎，有没有金？有没有金？我九块。阿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反正跟着他去就对了。跟着他去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那我要测试一下。我以为挂着国王就可以在那边给我逛街啊。等一下，怎么会那么小啊？揍他了，揍他了，揍他了！国王就站在那个我后面，然后也都不动。所以，我可以揍人，我可以揍人。测试测试，揍人，不要揍。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啊！香肩，哇！我测试我自己啊！哇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！啊，你赶快去，你赶快去，我赶快去，我赶快去。有没有人陪我去？我怕他们那个。所以我死掉也会有墓碑。你这样可以赚五块。打我也可以赚五块，是不是？哦。我是打你干嘛赚五块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中间啦。中间。哎呦，我死掉没有墓碑，因为我是啊啊，这样很方便。旁观。哎，这样你会揍我吗？啊？没有啊，就中立啊，我会干嘛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前十分钟还没有啊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哦，好，前十分钟。我再确认一下。我刚刚挖到一个钻石哎、欸，我刚刚这样直接对耶，我没有墓碑哦，可是我会，我要自己切那个好。你怎么把旁边挖开之外？那我这样比较，我这样我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这样比较。再看哦，看仔细的哦。你是不是间谍？哇，波波，你的钱是不是有点多啊？因为他是间谍，他是间谍。他花200块，他回去建设，不然他就他很奇怪。我就要出200块。这件事。捐出来一点啊！有啦，肯定捐，肯定捐，乐捐乐捐，快点快点啦！有奴隶都要提早弄哦，很重要。有了有了有了啊！奴隶产生之后就要把它埋起来，把它隐蔽起来。对，它会出现在地道里面。你要把它埋起来，对，用土把它盖起来。比较特别，它死掉的话会有灵魂呐。国王可以利用灵魂去做一些巫术，比方说让对方凋零。
哦，你好个屁呀、啊！你玩几次啊？我不是我第一次当国王，我原来在下面。对你本身就你要你有国王的巫术啦，那就是你的书。那你国王的话，你还有那个可以去买国王的技能。对，我要去买新。对，你可以课税，你可以把大家的钱集资在你身上，很重要。啊，波波，你怎么还120块？没有，我刚挖到的，我刚挖到的。阿旺如果有问题，我会再来。嗯、我你去看看他们。两个钻石，太夸张了。阿旺铁矿挖。那、啊、你们这应该妥妥吧？没有，我说你要记得去买啦。书本要40块啦，书本要40块的贵。你多挖，快挖，挖爆！哎呦，这边团团应该很上手，没问题吧？我没有，我刚才在问他说，请问你知道我刚还是菜市场吗？我们这边是菜市场，他们也差不多，他们也差不多。嗯，可是中间被他们挖走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发发慢了，发发是间谍。我也在想，他会不会是间谍？我在想说要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他刚那个速度，我觉得还好。你看，我没想到他这么快，可恶！可恶！还是你们有两个间谍呢？他们一定是很快，很快就升那个金铁镐，然后就过去挖了。铁镐不能挖。要至少要撰稿，至少撰稿。哦，撰稿，但他刚刚是遇水稿、嗯。太快了吧！毕竟人家是好运波波。可以留一点铁吗？我想要发技能。好。啊，我要去买技能哈。对哈、哦，有技能哈、哦。技能要善用，尤其是一开始的40块钱去弄那个幸运。哦，对呢。幸运一次就赚了，就赚了。你投资40块直接赚回来。我要赶快去耶，都忘了，哎呦，看看啊，应该在二楼是不是 啊？下一个就是600秒，那个中间会再复活。嗯、那600秒是谁要去啊？哎呀，自己考量，就有稿子就可以去了。哦，啊，免洗其实也都很强哦，因为免洗的话，你死掉，对方也会有灵魂。啊、哦。古玩可以用灵魂很强、啊，因为我们有那个比数的差距啊，就是、你们是红队哦，你们有分数，嗯，那你们累积多赢500分啊，那所以他们有5点的灵魂点数，对，就是弱势方会有额外的加成这样子，不是为什么我们有500分啊？对啊，我们做了什么吗？要用幸运吗？要用幸运吗？我有用，对，你们做了什么、啊？一个钻石看谁要挖。对，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哦，好像我、啊、这我不确定哦，但好像是那个间谍有自己的任务，间谍完成任务的话会加分，所以是你们的间谍做事了。哦，我去跟他们讲，我去跟他们讲，你就不要做事哈、啊，啊，做事我们看得到、哦。哎呦，现在红队有500分哦，你们没有？国王的吗？我记得好像又有人说，好像当间谍。你们之前有谁当过间谍吗？我当过间谍。间谍是不是有自己额外任务啊，波波？对对，所以那个在你们之中有一个红队间谍，他完成他的任务，所以红队加500分了。哦，所以间谍我还没当过新的间谍。对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因为你们输500分，所以你们有那个补偿，就是你们有5点的灵魂。嗯。哦，但是你们要自己尔虞我诈，有内鬼。小雨，你有幸运吗？我现在看，一个吊起来。后面很多铁哦。那雨月怪怪的。哎，你好。对，怪怪的，对。讲话。我觉得是别过了吧。我觉得小雨偏好。偷啊！小雨刚刚有推我去挖。你们自己尔虞我诈。我把三阶升。好。间谍做事了，我们现在先来，等一下哦，准备好不好？后续的装备，每10分钟我会越来越厉害。第二个10分钟我就有这些，30分钟就是保护室，反正我是没差的啊，对不对？死掉不会喷，所以还好，甚至还可以穿钻石装，哎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先第一波打看，打的稀巴烂，我们可能就再强一点。然后肯定要吃牛排啊，金苹果5颗，
五十十五，好不好？五十十五，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啊，牛排肯定都要一组，嗯。啊，我们要垫脚石，那我垫脚石特别一点，我用石头，嗯，这样子他们拆掉还有机会在上面产生铁跟黄金，好不好？嗯，反正我等一下是 OK 的，这样 OK。弓就先不拿，就先以这样子为主，这样感觉好像还蛮 OK 的哦。等一下600秒我就可以在中间了，600秒我就可以来搞事了。稿子哦，稿子好像我好像没差吧，啊，还是有个稿子，因为我只在中间而已，对啊。